为了要协助花农行销在地花，彰化县政府举办校园花蕊的推广。十六号早起，鹿港国小举办插花课程，教学生安那来插花，为过程中熟悉搁较侪花的种类甲知识，培养学生对美学的教育。一蕊一蕊的花，搭配色水甲造型插做花，变成一个真水的插花作品。鹿港国小今仔日办理插花课程，让学生亲手体验插花趣味，进一步看花、赏花、爱惜花，也将美感甲教育三业结合，让美感向下扎根。我们县长非常非常的用心，替这些花农把这些花把它运到学校来，让我们的孩子能够进行花艺教育，而且由县长亲自担任我们的特别讲师。那在这个教学过程当中，孩子可以体验我们花艺的一个美学教育，也可以了解在地的花农，他们的花是多么多么的漂亮，让孩子能够更了解在地的产业。学生拢学了真欢喜，作品完成了，带回去厝送给妈妈，让妈妈欢喜。可以带回去给妈妈看那个我们在这里做的作品，然后让妈妈开心。这些花都很漂亮，然后拿回家也很有用，这样子看到花心情就会很。除了学生以外，现场也来了真多家长参与，为囡仔做伙来学习这无同款的体验。新竹华新闻蔡良清六港采访报道。